那次订的是个大的，好像是六寸的，之前订的一个是四寸的，好像是。哎呀，还没解冻呢，这是巧克力冻的，哎，没解冻啊，来个小口型，上面巧克力酱。嗯，给它吃冰淇淋。中间这个我觉得很好吃，是那个酱油鸡酱。嗯，看这个冻。好冰，好冰。里面还是冰，没有关系，没有淋不上。好冰，又吃不出来是那个这里的香味、甜味，又冰又冻。这里的肉一颗一颗的，啊，两排的肉，我还吃得出来了，所以说。不然它自然解冻了，这是慕斯，我当冰淇淋吃。要吃你的冻，真是好不？我的鼻子快出来了，越冻越放出来。巧克力慕斯是不是奥利奥慕斯？我说话差。